那个人就快按捺不住了，在天启城，谁敢帮萧主和？谁叫做好没命的准备？果然是他们吗？有山河，先是大师兄的仇，我姐和姐夫的仇，现在又是九爷，我非把他们剿灭了不可。相信我，很快了。什么样的人死了？ 才能配得上天下乱，我要杀的是。今晚你就要去一个地方。太师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太师，抱歉了。 既然这位天洛姑娘到来，想必这永安王殿下已经知道暗河身后的人是谁了。恭喜出关。长得是不错，可惜脑子不好。白虎，白虎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呀？好久不见啊，萧老板。 你受伤了，差点被打成废人了。说明你入宫了。如果你只是想见玄妃一面，或许我能帮你。第一次见了，就让人念念不忘。本王已经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武器，他就会变得跟你一样。我去叫娘娘来。 是，与我无关的事情，不说也罢。如果是与你另一个儿子有关，你不要乱来，你可以尽情的用手段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尽情用手段，那我就等着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娘娘要不要回房休息一下？宣妃娘娘。 娘亲，萧玉这个混蛋，为何要对自己娘亲下毒？当你运气逼毒的那一刻，这毒早就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。